爱了。那你跟女朋友想要弄一下，然后他就不要不要，很累，你不要碰我。然后你那杯杯多方便啊，弄完之后洗一下，也不会在那边唧唧巴巴，也不用买包包送包包，买包包送包包。我跟你们说啦，有时候就是自己来最方便了，你不用交什么女朋友男朋友啦，你女朋友男朋友也不知道你的点在哪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才知道你的点在哪啊，这样子就好。